好，接下来这一首歌是《小手拉大手》。好，那这一首歌是真的很纯正，用乌克丽丽来弹奏的歌曲。好，是梁静茹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。好，那建议同学可以把这一首学起来。好，在表演也非常的好用。好，前面就用爬音进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重复就可以了。